我哋专门帮人解决麻烦，唔知可唔可以帮到我？乜？你觉得仇两银呢个价钱好贵咩？但我而家同你讲紧嘅，你哋一家大细廿几条人命嘅安全，知道你系咁意俾啲银两佢嘅话，你一定可以帮你杀咗佢。点解你同佢咁大仇？因为一个女人。 曾经好似你一样，一心打天下，以为可以抌低个女人，点知等我翻到屋企嘅时候，先发觉佢变咗做我傻。